王晓明 Angelababy 官宣离婚，分分钟冲上热搜第一位也是绝，但网友居然毫不意外，主要他俩之前有太多疑似不和，黄晓明给 Baby 提裙子他头都没回。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and CEO Michael Bailey，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ichael Bailey 先生 ，Chairman of Royal Caribbean Cruises Asia Dr. Zinan Liu，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亚洲区主席刘自南博士。路人说黄晓明很爱他，反应尴尬。认出吗？你认出来了？啊？认出来了？对他的印象是什么？评论一下。嗯，就是那他老公很爱他，这样。当时也提到不和传闻，他毫无辩驳。看那个，就是那个微信哈，是这样说。啊。但是现在有些。对，胡说八道的都是有的啊啊！近几年只看到黄晓明单方面献殷勤，把这段表演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吧，好看，仙女散花，这是，谢谢 baby。但事实上，他俩早期是爱过的。我觉得你跟晓明在一起，你们俩彼此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？最舒服的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一个包容，他从来都不会强迫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，对，我也不会强迫他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。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说自己娶了老婆你就天天都陪在我身边吧，但是他并不会，他会很尊重我的意见。突然有点好奇这段感情破裂的原因，